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给三连是吧？不给三连把你抓起来，粉。那么今天给他带来一期9000分战神的小讲解，地图是山景别墅。哦，看到这个地图，一眼上赛季，哦不是，是上上赛季。那你别说，看着那个水滴表，再看这个箭头标，还有点不太适应，这感觉比较落后。坏了，这图落后的好像不仅是表，这怎么二分之一都是空气？所以右边有人呀，不看一眼吗？那人在门口疯狂打枪呀，我、哦、看到了。一眼凝分，鉴定为不看地图。现在避空了，可以发现让队友来避了呀。啊，不过战神局也无所谓吧，战神局能杀人就完事了，还要啥自行车？太监摸到对面佳丽了，3-2，我仿佛看到两个屁股在向我招手。啊，被对面沙鹰棒棒两枪扣子了。队友过来，不是很漂亮的不上来枪。在补枪的有一瞬间，我以为太爷要被反杀了。二打一的手包，他俩都在 CP， 那看来下载是上面可以守的包。最后个人确定了，在包点，火速包夹，不着急想刀。啊，哦，怎么给人拆了？挠了挠头，不是，为什么他俩下这个包捞去往 CT 跑啊？下这包不应该是控泳池吗？那为什么他俩看到人都不打呀？这人拿刀应该是要刀人，然后对面的队友看到人不打是什么意思？这么近了还要再靠近一点点是吧？天哪，果然这游戏还是娱乐性大于竞技性的。来看这把吧，哇，看地图对面的人又顶了呀，这么勇的吗？啊，这次我不用他出手了，那人连顶两把同一个点，这我操，这。啊，坏了，我有点看不懂了，还未到饭点，我已经闻到菜香了，每一把都有新菜是吧？队友已经下完包了，他又摸死了一个，哇，这么能摸的吗？还要往前摸呀？也行吧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摸了就要摸到底。哦，操，死了，这么说呢，只要是5v5射击游戏的爆破呀，像这种摸侧身的话，你摸死一个人后最好就不要再往前摸了，回正面帮队友就好了，对面只要不蠢，看到旁边队友被摸死了，肯定都会看一眼旁边的。你直接回这边，对面还要跟空气斗智斗勇一会儿，啊，不过排位摸这么细也不太现实，一般都是摸到自己爽就行了，不摸到底不收手的，只能说摸的时候尽量注意安全吧。那看这一回合吧，还是老样子，从地下室摸出来。讲到李爸爸都这样子，原荒有人他就死了呀，而且他前面队友都跑步了，他还进步是认真的吗？这时候他前面后面队友都扣挖落脚步了，他搁中间还进步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呀。他走路让我想到了前面几期的树懒选手，我操，什么妙蛙虫子，金库里也有人的，有枪声，但他好像不知道在瞄地板。子弹都射出来了，不警惕一下吗？甚至还倒了一下，人搁脸上了还倒呢！啊，枪还麻了！天哪，这使命召唤的匹配机制确实还可以。来看这一回合吧。哦，虽然路线还是一样，但这把给了一颗圆环阵。哦，是近点阵，这下来跟流星一样。这个人怎么又顶啊？打了4把，顶了3把，一把不顶浑身难受是吧？然后这个选手就属于是不摸进步就浑身难受，继续摸有人。哇，这一波家里没有马枪。像短枪摸这种地方，建议往左手靠呀，从左边贴墙往右摸。直走的话，得要面对远距离的。这种地方，你要么就快点上去抢位置断人，要么就摸得谨慎点。这也幸好对面是狙，还空枪了，不然后把长枪他这样摸已经死了。一定要注意身位控制啊！打了一枪，啊，他刀什么意思？哦，在人脸上7刀摸进步。算了，我要总结了。今天这位选手中游标准。哎，我猜一下，现在肯定又有人说这能中游？哎，很多时候你们想不通的话，看眼战绩就完事儿了。他打的是米，但他就能杀最多人呢。像这种杀零个、杀一个的，你要说给下游，那倒没问题。哎，还是那句话，就这游戏的战神平均实力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强呢。大多数人玩的可能还不如他呢，只是玩的不好的人很少发声罢了。不要太傲慢的吹响别人的实力了，玩的肯定说不上好，但也没有到这游戏下游的水平那么糟糕。好的，你们先看吧。我的发，这拆包都要摸进步吗？爱摸才会赢是吧？今天这位选手枪法可以给到战神提到提战的水平，枪法比战神平均线高一点吧，不准，一般打人都要先保底空个几枪，但他也没有马的那么糟糕的情况，但他意识肯定比他枪法差点，意识就能符合战神的平均线了，就说点改的比较简单的吧。首先身位控制啊，拿金库举例，架的时候不要像他这样贴墙架，这样架真的就是纯送人头的。架的时候往后面一点，看过点就完事了呀，收过路费嘛。贴墙架的话，你要看泳池、石墩、水池、爆头位，狙这样看都容易死，更何况是把机枪。然后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太爱摸进步了，传奇狙一下，除非是残局那种特别安静的情况下，不然我说实话，进步的作用没那么大的。很多人都不戴耳机的，甚至边听歌边打，就你走不走进步，对这种群体都一样的。你可以偶尔进步，但不要全程进步。
特别是短枪，本来就是靠滑闪拉人的，但他每次就进步进步进步啊，看到人站路，不要这样打，这样打对面强点真的坐牢的。行吧，那本期的啊，就再说一下，少玩那个逼荧光棒了。我发现只要付费是荧光棒的，90%都有爱切刀的习惯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荧光棒上脑吗？就多爱那个动作是吧？喜欢棒和手交互的感觉。行吧，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，我们就下一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